咱上届敬听郭总会长、郑总顾问、各位贵宾、各位李干事、各位先进、各位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恭喜，大家好。今仔日是咱毕业会受证成立的大好日子，伫遮阿扁啊，要啊大家恭喜，恭喜咱毕业会伫将近十冬来，伫无几个人伫台北市会去予人笑，笑讲咱是一小撮人。讲咱是小猫两三只的边路，但是今仔日看到遮尼盛大的一个成立大会，你看短短的时间，咱有遮尼大的一个成长甲壮大，予咱愈来愈有信心。咱所追求的目标，咱成立的宗旨，就是一边一国。台湾入联以及甲平反边岸，咱绝对有信心。这条路就是阿扁啊一再讲的台湾国家路。这条路嘛是咱所知影最近所成立的喜乐国、喜乐岛联盟因所推算的独立、公道、正名入联。差不多拢总是共款的台湾国家路，人讲分进合集。虽然讲咱心内非常的清楚，咱的政府无可能予咱喜乐岛联盟所要推送的遮个重大工作、神圣的使命会当予咱如愿，但是无要紧，咱嘛袂使来放弃，嘛袂使因为有压力，所以。咱就来让步，咱就爱坚持做对的代志，走对的路。所以伫遮阿扁啊，要再一次甲大家共同来勉励，唔通为着小小的代志，亲像讲伫群组内底为着小小的即个无同款的意见，竟然有人讲啊，伊要来退会，伊要要求退钱。咱讲为着钱尔尔，咱的理想、咱的目标、咱的信仰，还未达到以前，咱无咧计较遮尔小的代志，大家共同来勉励。今仔伫遮再一次恭喜大家，拜托大家，谢谢谢谢，加油加油加油，谢谢。